身上穿的是 rose pink， 这个粉呢它就是比较sweet 的粉啊，然后再来、就是、属于一个比较正粉的粉啊，能接受这个粉再下单啊 ，OK，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正粉的那个粉，它会有一点挑年龄穿的粉，我和老师说哈，跟我们以往的粉是不一样 的 ，OK， 来这个就是 dark blue 啊，这个是 dark blue，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是 canary yellow， 就是淡淡的淡黄色，三个色 ，OK。面料就是那个垂直感的那个西装布面料啊，那个很垂，很有垂直感的那个西装布面料，加上这件连身裙啊，厂家做了负 inner lining 啊，整件面料是负 inner lining， OK， 有口袋，左右两侧口袋是 functional 的，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，袖子它做了这样子 double layer 这样子 cap 的，你不用怕走光啊，然后这样子的袖子也不会勒手臂之类的，所以那些很多怕勒手臂的，这一件很这样子的袖子是非常适合的。衣领它就做了一个这样子 half 一半这样子 high neck 这样子的款式，其实不会勒着你这颈还是箍着你的颈，前面纽扣是款式来的，不能够开的，有口袋啊，左右口袋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，一下子我可以看见啊，整体来讲，主播是他那粉，可能有些镜头它是属于比较浅啊，它基本上是属于有点比较亮的正粉 ，OK， 是比较亮，可能一些镜头它会比较浅，那么它 actual 的颜色是效果是比较亮的哈。对，可是它这个粉呢，它就会特显白啊，坦白说，它会特显白就对了 ，OK。敷一个来，你看面料有那个垂直感的，你看啊，它的面料的垂直感是很重的，就对了。腰带是带齐，你可以选择绑和不绑都没有问题。它左右两侧啊，这边它不是plain 的那种 flare 啊，它这边左右两侧有个压线这样子的折 ，OK， 拉链是在后面。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啊，穿 S 3就好了，长度有在那边，就是很大气的 midi length 的长度属于。应该八分七到八分长的长度。看身高啊，来主播的身高是162，整体穿起来的效果一样，还是属于乞丐？我穿的是有微松的 ，OK， 可是是 overall 是还好的 ，OK， 因为这一件的腰围是74对吗？应该是，对吗 ？S 到77。OK， S 到77，你看、啊、对不对？对吗？有可能像你。一下子啊，一下子啊，尺寸有点错啊，一下子啊。等一下啊，一下子我去换另外一个颜色给你们看见啊，是74来的，对对对 S 的腰围是74啊， S 的腰围是74，不是70，看来放错了哈， OK， 对 S 的腰围是74哈，所以你看啊，穿在我身上啊，没有绑带的话它是有空间，不会勒，就是有多余的空间， OK， 转后面，后面是这样子，为什么它还是会有那个曲线，是因为它这个面料的垂直感是很重的，加上它敷 inner lining， OK， 你要很碎很甜然后很显白的，讲真的这个粉很显白，对，是主播身上粉是属于一个比较正粉啊，它会有点挑年龄挑颜色穿的，能接受在下单也是比较少看到的啦，那么呢这款式跟助理的尺寸 M 啊是可以的，我是穿着 M size， 整体来讲能接受贴身这个款式，上围跟腰围一样啊，一个27M 是可以哦。毕竟然后呢这个单边呢它是属于微弹，所以我们拉伸其实不会去到非常的多，所以说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 M 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腰还有空间啦，上围也是还有一点空间啊，整体来讲能接受贴身这一个款式。上围、腰围根据尺寸的话，能接受贴身的一到两 cm 啊 ，maximum 是建议说一到两 cm 是可以，不能接受贴身就需要拿大，不可以拿小哈。所以说我的身高是160，穿起来一样啊，穿着 M size 乞丐以下的长度，非常大气的一个长度来的。然后呢，使用我身上的 M 数量是很少的哈，可能就是有些尺码是两到三件的，所以说跟我的尺寸下单 M 就可以了，这个款式。所以说只要显瘦深色来讲，这个款式就是是蓝色 ，OK， 属于深蓝色来的哈。来，我换了这个淡淡的淡黄色 ，OK， 想要显白不敢穿的像粉色这么亮耀眼的，可以考虑带着我身上这个 canary yellow 比较素的颜色，吗？这相比 pink color 它一样会有显白的效果，只是 pink color 的颜色会比较亮的就对了。OK， 我身上的黄色，整下白基本上下白是属于这样子大flare，所以像我刚才讲，基本上啊，厂家通常用这个面料上半身不会做lining，可是这一次它整件啊，从
上半身到下半身都是有来宾，因为他下半身的来宾也是比洛就是比洛尼的那个长度 ，OK， over 穿起来就属于一个七到八分长，就是说三个色里面你要比较暖色系的感觉，可以选择带走主播身上的这个黄色，是属于一个比较浅的哈，就是微啊浅黄色来的，浅浅的黄色，袖子像刚讲的是有袖子的 ，OK， 可是它袖子的款式是这样子 overlap 的款式，先不用怕爆纽，前面的纽扣是款式来的。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这一件是穿 M size， 我是穿着 S， 老师非常适合。然后这个面料也比较抗皱的，就对了。OK， 这个面料比较抗皱，加上这种面料呢，老师穿也可以，就是说风扇吹会有那个凉凉的感觉。它是比较冷、比较凉爽的一个面料，因为有一些顾客说我不喜欢罗马面料，那么罗马面料整体就是说会比较重啊，比较厚重，对，然后说对于比较贴身的感觉，这个呢就不会哈。来，助理穿的蓝色我就不换啦 ，OK， 因为我们今天款式很多。显身的话，你们可以选择我身上的蓝色，深蓝色，我是穿的 M size， 上围一个腰围都还有空间哈。OK，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黄色，淡黄色 ，canary yellow， 浅浅的黄色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 rose pink 三个色，三个色里面最耀眼的颜色就是这个 rose pink 显白 ，OK， 只要穿的显白，不管穿的太亮的颜色，考虑带种黄色。是的，显瘦的话就不用多说，比较 corporate 比较职场感的话，就有这个 W PDD 92，价钱是105啊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有去到这个款式呢是有去到 XXL 啊，所以说这几期很多人找连身裙啊，你就不要错过了哈，这个款式可以上班新年都可以穿的一个款哈。谁要找这一期，谁要找这样子 flare 的连身裙？就只有这个款啊，如果是 flare 的连身裙这样子大腹的 ，OK， 下摆是这样子大 flare 的，这一期就只有这一个款 ，OK，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。下一个款是牛仔面料的连身裙啊，数量一样是很少的 ，free size，OK，、okay? 两个色，深蓝和浅蓝啊。接下来那个连身裙是深蓝和浅蓝，因为我们今天款式是很多啊。